好，来，我们这边有 equation one 和 equation two，我看到它有减 b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变成 b 而已。我把这个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，所以我的 2a 加 e 会是等于 b。我这一边我写 from equation one，所以我的 b 等于 2a 加 e，这一个是我 equation three。所以我 sub 我的 equation three into 我的 equation two 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 4a 加3括弧 2a 加 e 等于减12。然后我就有 4a 加 6a 加 3，这个这样等于减12，所以我的 10a 等于减15，因为我这个搬过去，减12减3等于减15，所以我的 a 等于减15除10，然后它会变成减3分2。我 sub 我的 a 等于减3分2 into 我的 equation 2 3里面，OK，我的 b 会是等于2乘减3分2加 e。等于减三加一减二，所以我的 a 会是等于减三分二，b 等于减二，所以这一个答案是减三分二减二，所以对了。